在咨询答辩攻防的时候，就突然这个又过关了，然后到结辩又抛掉不讲，就是大概就是结论听起来就是有啦，它就是有减少总吸烟量。好，所以在这边实然层面的部分，大概就是停留在正方的制度现在会减少总吸烟量，然后呢会解决掉一部分的医疗行为。那但是当然有一些人可能会变成去抽私烟，会变得更严重。好，大概这样之后，最后就聚焦在到底有没有对于有经济弱势的人的一些影响。听起来啦，正反双方在这一方处理下，反方的说法其实也是承认有经济弱势的，因为你们双方的资料都是有对上的。你们说法就是因为经济弱势的他的需求，就是他的那个对于价格的那个状况会更明显，敏感度更高，所以一定会受到一些影响。然后呢，他会受到一些影响。那当然，你的结论是他受到影响之后他就不抽烟了嘛？那你结论说他会继续刻在他身上？那你觉得这样子一个行为是一个不公平的做法？除了像刚才罗正武讲的说，因为那个是属于那个管制型的，就是你那个词是什么？就是那个一个。管制诱导型租税是一块的论证方式，但当然，其实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从直接来讲的实质平等的角度，就是当一个政策实施下去之后，直接只针对某一群特定的人，这大法官666号里面对于就是法商不法条所造成的直接对于经济女性的弱势，他也大概用到了实质平等的概念去处理这块的东西。那或许大家还是可以继续打，你们两场都要处理这块。可是第一个就像刘总刚才讲的，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疑惑，就是如果你们要真的打到这么。就是个人主义式的说法上的话，那必须要碰到一个问题是，你们为什么还要保留着有禁烟区的这件事情？更多的人身管理的限制都是，那你们要讲的其实是一个政策态度。我觉得听起来你到最后要讲的是说，没有，你们的政策态度是，你们留一个吸烟区，但是你们必须要求要广设吸烟区。可这就是一个新的制度啊，因为现在的法条就叫得设制嘛。台大吵了多久，就是不肯设，就是不肯设，最后设在一个脸不拉几的偏远地方，最后还不是大家就直接在吸管旁边抽。就是这件事情，就是它是一个得设制的一些部分，而且你知道现在能设置吸烟区的地方是只有。在特定场所的那一些部分，比如说大专院校，高中职以下是完全禁止的，然后或者是某一些地区，它也是完全禁止，没有任何吸烟区的空间。所以你要做这个，其实是一个新的政策变化。那你自己牵扯到最后，你自己在后面攻防的一个要处理的事情，就是你的说法像是我必须要改变这一切，所以不能够被陷入在我看起来有课烟捐就是改变这一切。这个说法听起来是某一。当听之下会觉得很帅气，很像在指责到对方某一些事情没做好。可是反过来讲，这时候就会开始疑惑，那你要怎么改变呢？你的最后一个结辩中有一环很重要，是你想要去防堵对方，所以最后你们就突然又拿起了那个租税法，开始解释这些税用在哪，那烟捐烟税用在哪里？你们说有补助低收入户，哇哇哇哇哇这些。可是如果我是反方，我更会直接想问说，那正方你又做了什么改变呢？如果你要克我反方是，我一辩没说，所以我等于没有改变。那你正方的一辩有没有说到任何你要在改变结构性上做的任何努力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其实这会变成到一件事情是，听起来啦，我觉得正方最后得到的结论是，我们可以克我会说他的，如果我今天是一个政策主持的主持人，我听完你们这件事情之后，我在做决策政策裁决的时候，我的结论是对对对，正方讲的有道理，我们接下来在未来的任何执行作业率上，必须要考虑到这件事情，但实质上有改变，所以我们还是选择。你懂吗？如果我做一个政策局，我会觉得你在做的那个事情是在提醒我有一些政策执行上面的执行上的困难跟瑕疵，因为我听不到你的另外一个替代解方是什么。这是一个在政策选择上最后一定会碰到的一个困境，就是好，你说的这一些都是一些状况，所以为什么刚才刘总我会说你就上来开始反政府？因为这或许是另外一个让我觉得是有政策选择的方向。就开始切割瓦拉出现，开始告诉我们说左派要怎么处理，然后要开始怎么处理这一块，这是一种政策的选项，就是让你的可行的概念会出现，或者是你可能也可以去处理另外一些部分，比如说啦，我想象到的就是说你在处理的过程中可能会是涉及到说，那你要怎么去解决那个结构性上的问题，优于这件事情。你的说法是政府要注意结构性问题，不要陷入这个单纯的陷阱。可是你又承认这些是一个伤害的时候要怎么办？就你知道你那个内在的那个逻辑矛盾一直很奇怪，就是你到底是要说所有的伤害那都是个人的选择，所以不要有任何的介入，这是一个更左派更右派的想法，就是所有行为都是个人，政府要完全退缩到零，还是你要讲的事情是政府必须要更强有力的介入，而不要把这个人归因到个人身上，而这个政府更有强力的介入不是在解决这个问题，要解决根本上的问题，
这其实有点不太一样的说法，也是你们一个策略上的不同。其实一个是更左，一个是更右，两种完全不同的你停在那边的结论，而你其实最后对我来讲是你没有踏出你最后要选择的那一步，去让我感觉到你要讲的那个东西。那当然你的东西就最后很可怕啦，就会变成是政府要完全管制，在生活规范上去处理所有人的生活结构，连你爸要什么时候抽烟决定都要受到限制。这件事情听起来就会是，那已经不叫家父长了，那已经，因为对你们爸你也不是家父长嘛，你是怎么样选择？但是这已经到了另外一种更夸张的、强力的去处理的事情上。所以我觉得这个最后的那个选择架构，当然也都是有一些奇怪的部分。可是我最后会停留在的是，我没有办法去理解，或者是我没办法去想象你的那个不要这个政策之后，我到底要做些什么样的最佳价值的选择。所以我为什么就是单纯的不要这个政策就可以达到你告诉我的那个价值选择？那当然，在前面的实证资料上，我觉得是反方有证成的，所以最后我将这个论点分数判给反方。可我觉得这个是还有一些，就你今天要打成这个样子，对啦，就是像刘哥我讲的说，好像跳太快，然后进入到异次元。那你真的要处理这块部分的话，要去处理。我最后我自己讲，要我自己司马迁在《史记》中去想到说，他要救天人之际，然后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我自己当时候上到这一段的时候，其实我非常的，我个人有一个自己私人的一些想法，是我觉得所谓的救天人之际，其实是如果我们去谈说这是巧合还是因素的时候，那个天与人之间感觉起来就是在谈社会结构上的天，就是那个像是社会结构，这是固定的、命定的，还是那个人是你个人自由努力做的？我们当下在谈论社会结构的事情的时候，社会学上其实第一课会提醒大家一件事情，是我们当然不能忽略结构存在的因素，可是绝对不能忽略个人在结构中的能动性。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你把一切都归责到结构上面去的时候，那个个人的能动性跟可能改变的，也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后那个价值，其实是会有所损伤的，那才是一个另外一个可怕的。因为在那样子的论述中，所有人之所以被定下来，那不是你，就已经不是你个人可以有所努力改变的，那都是一个结构，因为你出生在这个环境，你就受到这个结构的影响。如果到那个程度的时候，那也是另外一个结构性上可怕的一个论述。所以社会学上当然要谈结构，要看到结构的问题，但不能只谈结构，所以怎么去拉锯？那你这样讲说，那就全部谈个人吗？我觉得不是。所以为什么我会说我很喜欢司马迁那一句，就叫救天人之际，其实就是在谈到底在社会上面的结构跟能动之间的那一个界限跟那个移动可以到哪里去？这只是在今天这场比赛都开发到这边去了，我也想讲一下，就是对我来讲这种感受，在社会学结构上，其实是我一直觉得一个蛮吸引我跟影响到我的部分的。那以上是我的讲评，如果还有问题的话，欢迎到场上找我讨论。谢谢大家。是大家好，这场比赛其实前面两位裁判分享蛮多他们想法，然后我在下面看是觉得这个比赛蛮有趣的，就是双方三变前，三变前是一个比赛，三变后又是另外一个世界，就是有一种平一场比赛看两场比赛感觉，你会觉得很赚，就是蛮有趣的。那我先说了，就是说正方打全废是一个蛮有勇气的挑战。这不得不说，就是说他要所要面临的决策责任，或是他要论述的部分，是去他的难度或是门槛是蛮高的。对，那我觉得分几个来说说，对我来说，我先说了，最后我也是把论点分数判多一些给反方。那分几个来说，就是第一个，我觉得对我而言，正方其实一开始不断是其实是想要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认为吸烟这件事情本身，大多数都是在蓝领阶级这个区块，而且你们其实试图要把它论述成，它是他们现况底下的一些必需品。那我觉得这样论述跟出发点没有说不好，但我会认为是不是有更多更强，或是更有力的说法可以去支撑这些部分，或是去支撑你的正当性。因为我先说了，但我最后论点分数是判给反方没有错，因为我觉得至少反方在现况底下，针对于我先简单交代，先这反方至少这场比赛里面，能够针对于现况以下，就是烟税烟捐的这部分的政策上面的影响，甚至是一些正面影响，成功使某部分人来戒烟，然后我觉得在食安公房上面都有守，原则上大体上面都有守住啊，虽然一定有
也有去做到消被做到消弱的部分，但大体而言都还是有做比较完整的阐述。那后面的三辩之后，我们等一下来谈。那我是先回头说，我觉得正方在一开始立论上面，因为你们要理解，就是我觉得有些论点上面的攻防，也不是在挑战现况底下，反方有一些很多对于健康上面，因为你们试图先要在健康影响吸烟跟健康影响这件事情的弊害，做很大幅度的削弱。你们认为现况底下有很多资料，其实是一个对吸烟者，甚至对吸烟这样行为有很多负面或是刻板印象，你们认为有很多部分是算错的，估计错误的。那我的意思是说，那有没有对你们来说有更重要的说法？因为你们说法从头到尾比较多的部分，那你没有讲，有让吸烟精神患者可能有九成吸烟，试图要去证明他们是一个在他们生活当中不得不选择的一种舒压管道。对，那甚至是我觉得对你们来说，你们有没有更多的资料，甚至去支撑说，我随便举例，我不确定有没有类似的资料，比如说像有没有一些中低阶层，他们戒烟过程之中，其实很多人最后又复吸了，你懂我意思吗？类似这一种，让我知道，就是他们这群人，其实在社会体制压迫底下，不是没有走过戒烟这条路，他们因为压力过后，还是回头去寻求这个管道，去更强烈去增强。你们认为应该让他们享受这样的空间，不应该在体制底下又被继续压迫的这个说法。我只是在试图回头想说，我觉得一开始正方有些部分，当然你们有花比较多的时间，试图想要去降低现况以下所有相关的健康相关的资料，对于吸烟这件事情，你们现在把它打成根本没有这么严重，你们认为是误算，甚至有些统计上面的谬误，或是归因上面的谬误。这我都可以接受，可我觉得这边的时间你们要理解一件事情，就是除非你的立场要改采，是你认为吸烟对健康根本没有负面影响，不然你做刚才这件事情的情况下，只能做到消弭，你懂我意思吗？对，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说，当不能做到我前面所说这件事情，你只能做到消弭的时候，你在整体而言分配时间上面，是不是可以再压缩一些，而在正当性上面有更多的说法？我觉得对你来说，在这个架构跟被挑战的部分，可以有更多更好的操作。对，就是讲更白话一点啊，你们去做这些所谓的归因上面谬误啊，健康资料上面挑战啊，你只是要降低说吸烟没有这么坏，吸烟对人体的影响没有这么的差。对，但也有可能你们其实最主要的操作是，当他这些事情对健康没有这么影响的时候，政府不该介入这个公权力的手，你们也有试图要这么操作，你懂我意思吗？可是如果要像是后面这样子的操作，毕竟是场上你们在第一块攻防试图要去理清那个所谓举证责任的导致，你懂我意思吗？到底是谁要画这个标准的部分，我相信前面两个裁判也讲得清楚，我的立场也会是我觉得这部分的标准可能是正方有办法试图去画，因为毕竟你还是改变现况的一方，你懂我意思吗？那我觉得反方这边的态度至少也没有被骗，我就知道这条线本来就应该是反方举证正方举证的部分。当然，我觉得后面比如说试图正方也要去举例，像是烟酒这类的，然后把举证倒推到反方，然后又出现到底这标准会不会就是60亿？那就是60亿，我觉得也是一个攻防走到一个走火入魔，常常有点半失控才会呈现的状况。对，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最后会变成这样，就是那到底是60亿元？只要我们证明任何情况下的个人行为，他最后累积成全国统计以后，只要60亿上面的就可能是健康上面的负面影响，干这所有国家都可以用治罪方式来做。然后反方你真的要采这个立场吗？但如果这方式就积极举证其他的行为，只要到60亿，要干我们为了比如说嗜睡者，干我们其实这个我们搞不好整个社会成本早就超过60亿了，你要不要磕一下？如果你真的觉得60亿就可以磕的话。我其实那时候心中，因为反方第一班的，他们想说，哇，应该有蛮多行为，随便算算相关的疾病的统计跟健康的支出，应该都会是跨过像是9的60亿吧？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标准到底是什么？当然，我觉得这件事情有更关键的一个部分，就是说，其实这个没有人真的可以完整画出来，这标准怎么可能？不太可能有人可以准确画出来。正方也只是试图想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没这么严重。那我们应该给他一个相对的人权利。那如果在正当性的部分，如果真的要这么做，我觉得做法也许是另外一种。我随便再举一个例子，也许是一个想法，就是说，大家在讨论这个题目的时候，其实关键性的部分就讨论吸烟者。那其实吸烟在烟捐烟税的部分的时候，已经调涨了这么多次。那基本上在所有研究资料，大家你们看的已经肯定有多了。
那基本上所有研究资料都会显示，基本上因为烟本身有上瘾性，所以不断的透过以价质量部分，它一定有它的极限嘛，一定有边际效应递减极限。这方可不可以有一种说法，就是我承认过往我们其实透过烟卷烟税，2006年开始不断调升的部分，其实把大部分烟瘾比较低的人都已经解决了。你懂我意思吗？他们都戒烟了，或是怎么样的，所以剩下这群人是真的不得不吸烟的那群人，继续用价格来去控管他们不具正当性。就是我觉得你要直接讲，就是甚至比较大开大合的讲法，就是说我们也承认啊，我们也认为其实吸烟者的这件事情不一定是好事啊，但是真的能够透过以价质量解决的人都已经被解决了啦。从2006年到现在，大部分都被解决了。剩下这群人是真的就烟瘾，你再怎么调，他都不会动，他都要吸烟。你这样子变相从他身上拿钱才是不正当，你就把他们当成金库嘛，就像你说的一样。和回过来这群人要怎么帮助他们，甚至对他们而言，要怎么对他们还给他们相对的而言，应该有吸烟的空间。如果这群人不是透过以价质量可以解决的，那这一群人要怎么让他们有更多空间跟权力？也许在正当性有另外一种说法，我也不确定。只是你们也许可以思考。我一直都说，我觉得这样比赛正方对我而言，听完在异辩声论里面正当性上面论述，我觉得还不够强。对我到后面就会一直想说，好，你的确去挑战了一些健康的部分，可是你不可能完全就跟反方也会拿非常多资料告诉你吸烟就是有坏处。那即便你一直不断苛责说这个资料也没有归因，也没有把那些所谓的先往下变因纳进去，你也只能做到消磨，因为不能否认吸烟就是有坏处。所以当你 这时候在这边先往下对于健康的负面影响没办法完全解决，那回过来再讨论的部分，这样比赛一个关键性的战场就跟刚才说一样，国家的公权力的介入，这些所谓的行为，甚至国家透过出税的方式来试图改变这些现况底下吸烟行为情况下的正当性的部分，所以我会认为正当性很重要。对，那回过来这场比赛而言，我觉得几个部分在场，第一个啦，实验部分，反方试图拿你们资料直接进行攻防，告诉大家全部的部分，我觉得这有做到正方的削弱，但我其实会觉得还是有部分问题啊，因为就我的理解，我不觉得食烟全部都像反方所说的都是合格烟嘛，因为就我理解，公司食烟好像就有四五种类的说法，对，那一定有某部分是像正方所说的，那所以我觉得的确会有部分人转往食烟，那他们的确抽会有一些负面影响没有错，但是我也不能否认反方透过在这个过程之中，透过以价质量部分，其实已经成功让某部分因为价格的影响而去戒烟，这我也可以接受，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我为了认为第一个。反方情况下有成功去削弱我们方正方的说法跟利益，回过来这部分反方也有成功去论述，你们告诉我就是基本上其实这个手段本身还是具有其效力，而回过来当正方没有成功的告诉我这条界限的画法，而我觉得反方是有论述这个限制本身有其他的政策的效力的话，我觉得在前阶段我觉得攻防上面的论点接受度我会比较相信反方一些，而回过来这就是在异次元空间的部分的话，但我觉得这部分前卫两位裁判给了很多的建议啊，那 我自己分享我前面的建议就是，我觉得第一个真的要跳入到后段的攻防部分，正方在这场比赛在操作，如果你们就是打定就是要废，那除了在个人权力的上面展现，甚至在阶级上面，你们认为这个社会上面的不公这件事情要多更多的论述以外，就是前面的正当性要加强，不然我会认为我没办法感受到为什么非给完全还给他这样子权力的空间。对，我觉得这部分就是要能够成功说到后面那一段，前面这两块都要加强，而才有可能对我而言在后面这一段比较能够直接接受。但是我觉得反方反三直接接受挑战而跳入跟他对撞，也是勇气可嘉了。那我觉得没关系啊，至少对我而言，我觉得相对而言，反方反三申论的部分也没有到完全就被比下去嘛。我觉得是基本上是有相抗衡嘛，你也去说明先往下去这件事情。两回事嘛，你说先问一下，真的像正方所说的话，政府就没有在做底下劳工权益相关保护吗？也没有，也都有做，你懂我意思吗？是不是真的像正方所说的，因为有这样子的理由，一样遮羞布，所以政府就完全无视，你懂？有强调这件事情，对，我觉得这些事情反三是有相对的，有去回应到正方的，所以这样比赛最后结果而言，对我来说就是说，我觉得正方是挑战一个难度蛮高的。的论点，那论点架构，那本身要负担的决策责任部分真的也比较大。那我觉得在操作上面正当性的论述不够的时候，回头在实战上面攻防没有很明确，实战很多攻防又花太多时间只是做到销路，而不是做到正当性上面论述的同时，要打这么大开大合的架构，对你们在这场比赛的操作上面跟执行上面，至少对到今天的反方而言，我觉得是还不足。对，我
觉得这边是比较可惜。那如果很多比较细部的攻防，基本上比如说第一个，像试验部分，我觉得会对正方的效力产生削弱，但是我觉得没有击到。但回过来，正方也不可能完全击到以价值量过去产生的记忆人口上面的降低。对，所以对于某部分而言，我觉得对于反方而言，我也觉得你们可能对你们而言，你们在场上也可以试图去挑战某部分正方的一些比较大方的态度，就是。所以对正方而言，假设在价格完全消弭更多的吸烟，你的看法是什么？你到底认为这个国家越多的吸烟越好吗？如果真的是这样，你甚至也可以在挑战后面制度的矛盾。就如果你真的觉得吸烟人越多越好，啊，为什么你还要设置那些规定，设置更多的吸烟区？你不是应该就像前面两位裁判说的，吸烟吸到爽，最好是故意跑去有钱人前面吸烟，让他知道这就是我阶级对抗的其中的手段。你也可以这样说啊，我不知道你们态度什么啦，就是你可以有更多在场上操作的方式去挑战正方，这个逻辑很奇怪跟矛盾，对吧？我觉得某部分有一些态度问是可以在场上简单的问题去问反方，就是照正方这么照去问，只问正方，正方他们到底是觉得吸烟人口越多哈，反正没关系，政府完全不应该管制还是怎么样？我觉得有很多基本立场上面的质疑，是这场比赛反方其实可以做，但我觉得其实比较可惜没有去做。对，而反过来比较像是，站在检视正方的立场去讲，那当然反三除外，反三就是跟正方就是来吧，我们原本要比赛踢足球，现在打篮球吧，就一起来打篮球，大概是这种状况。那至还好你还没有打得太差，不过我也是有点为你担心啦。对。这大概是这场比赛的看法。那如果有细部上面、论点上面的问题，或是一些攻防部分，底下可以再问，谢谢大家。感谢裁判们精彩的讲评。接着宣布比赛结果，在此声明，成绩宣布顺序与裁判讲评顺序及座次无关。第一张评分单69-92，胜方反方。第二张评分单。86-101，胜方反方。第三张评分单81.5-91，胜方反方。本场比赛由反方东吴大学以3-0获胜，请双方辩士至台前握手。你们下一场，我可以吗？爽啊！不需要比那可以 freestyle 吗？那你下一场要结束了吗？不知道。那你要离开吗？我可以换成你上场。那别让我下去。还是换你们三个上好了。不是，你不能这样子啊！我都没有准备。什么？你没有准备，你还是要走？哎、欸、，DV 关了吗 ？DV 关了吗？这边结束了，还我。你可以帮我。我去看一下好了。然后请学弟帮我。